鸟，白居易。谁道群生性命微？一般骨肉一般皮。劝君莫打枝头鸟，子在巢中望母归。群生性命为一般骨肉一般皮，劝君莫打枝头鸟，子在巢中望母归。谁道群生性命为一般骨肉一般皮，莫打枝头鸟，子在巢中望母归。译文：谁说这群小鸟的生命微不足道？它们和人类一样，有血有肉。劝你不要追打枝头的小鸟，因为巢中的幼鸟盼望母鸟回来。